道理跟范式也是哦，
在过程当中也可以看他们的演出。感谢现场的媒体帮我们拍出不好看被嫌弃的照片。好，我们欢迎三位呢，我们一起上前来，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平常我们看到王轩哦，比较杂波苦，然后对不对？会中风。好，先跟大家打招呼好吗？欢迎三位。大家好，我是王轩。大家好，我是林道宇。大家好，我是黄冠智。来，一边听到三位的在台上就好像有出现，然后有听到台下出现很热闹的粉丝，欢迎 Ken 哥来到现场。台湾以为很吵的粉丝的声音。你好，谢谢这位大哥。来，王轩怎么样？跟他聊一下这个电影在外传当中演出什么样子的角色？对，我要延续一下角二的时候，因为角二的时候我是就是小刚潘帅的老婆嘛。那现在外传其实是6年前的故事，我还不是老婆，是女朋友而已。啊，对，所以其实跟他，我们其实之前拍摄的时候其实蛮多戏，那因为时间关系。大家这次可能没有那么办法看到那么多的我，但是希望大家3月5号好好支持，我们以后就可以见面了。好，那冠智呢，一句话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电影。来，那我们的道宇呢，一样2月5号角头浪流连。好，那机器凯欢迎三位，谢谢，请入座。好了，欢迎完三位我们的主创团队的演员之后呢，马上看到我们的红团的一哥黄子峰、张震基、吴镇华。四位大哥呢，其中一位就是有一个很有职业伤感的，还没胖达、阿娇、潘帅、张导。我相信呢，在看《角头》的粉丝一定都觉得他们五人。很开心有这个潜伏外传，我们四位又再次就聚集在一起了。那我们先从角头二当中绕跑的这位中宝啊，你跟大家推荐一下角头二好吗？角头二，角头二，外传，代表龙的必看，让他破发，大家一起发，好不好？破发，他破什么？8亿吗？破八千，千八千，亿的是一亿的是正人错人通的。OK， 交给大家了哈。那上回兄呢？2月5号有看到龙鳞，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看，除了角头二以外的场面，还有更多的兄弟情怀，然后还有看到里面的感情，还有新的角头的势力的崛起，就是一定会突破大家原本的期望。谢谢。是。潘帅，潘帅近看真的很精致呢。你好，潘帅，Hello。二月五号了，干桃龙溜连，就希望大家一起来，过年期间，然后一起来看一下铁汉柔情，对，然后新的这个很多势力啊，整个角头宇宙的新的介绍，对，就是你看接下来之前，你一定要先不能错过这一部干桃龙溜连，对，这一系列每一部都不能错过，不可以错过，胖达。在二里面你死得好惨哦。对，那大家好，我是吴镇华。是。那2月5号，一定要到戏院支持，干好龙溜人。呵，感谢四虎我们的北管四帅，谢谢，请入座，大家。3K， 欢迎龙少华龙哥，还有最美丽的女神婉婷姐张婉婷，还有圣剑哥，还有快乐的。来到现场了，挥手。
要饰演一个会让你气得牙痒痒的戏。大家好，哇！今天看到各位能够这样踊跃大客人一样，心里太高兴。我希望你们的精神永远支持我，谢谢。谢谢，谢谢最霸气的霸档，霸档你来对吼，哦，那个镜头哦，真火辣哦。看好看哦、喔，真的假的？真的，我的身材哇好都哇好嘞，啊，有真正有影，我真正。Hello， 大家好，我是婉婷。哎，我们红哥的这个人缘实在是太好了，今天众星云集。然后你也赚太多了吧？怎么走到哪都看到你？没有，我个到时候听个台湾电影，我好看嘞。哦，真的真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角头，拜托拜托，2月5号正式上映。谢谢婉婷姐，郑健哥呢？大家好，我是郑健，那个第一次在台湾演角头，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来支持我们角头系列，谢谢大家。谢谢，现在郑健哥把握怎么样？因为他在里面太坏了，你坏透了。哎，大哥你好。是的，我不能剧透，对啊，所以不能讲我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好，不过跟龙哥很有关系。是，对，所以2月5号，麻烦大家一定进戏院支持角头龙流人，谢谢。谢谢，谢谢四位，请入座。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呢，在《龙溜溜》里面，我们这个也是众星云集，请到的演员一个比一个更大咖。好的，我们呢也欢迎完这个新势力之后呢，目光一向我们的红毯另外一端。大家好，你好，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一切以和为贵啊！你这句话讲出来，我们绝对是以和为贵啦。那一句话帮我推荐一下我们角头浪流连好不好？好的，这里虾味真单纯啦。是啊，哎呦，你这厉害死！啊，好在是人啊。是。好几句嘞。我哪知道你是什么案件呢？做兄弟哦，无这简单啦。不过看片也真简单。2月5号，大家买票就入去看。那在这里祝愿就是票房顺利成功，我们有1亿起票。1亿起票？对。是吗？2亿。1亿起票，两迈向2亿。一定要的，一定要的，绝对是。你有故意这样一声令下，大家都要去买票。对，假如没有到2亿，
酸露露的。好，我先拿一下。然后大家都感觉每次拍的时候，大家都很热闹，都一群一帮的。嗯，我一个人很孤独啊。对啊，你在里面反而孤苦伶仃。对对对对，我很荣幸啊，能够参加角头，真的到角头来嘎一脚这样子。嗯，然后过程也非常的有趣。我刚才在后台说，跟杰哥说，有一场我去找桂董。对，那那个场景是桂董的办公室。那天拍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满满的荷尔蒙这样子。哇，那个瓦斯浓度很有一种不小心擦枪走火就会爆炸的感觉。拍得过瘾，很有趣。希望2月5号观众朋友能够继续一起支持，希望有好成绩。嗯。就是说，在拍戏的时候有感受到那种整个压力氛围，对不对？非常有气势。嗯，观众朋友进来就可以感受到，而且我非常用心，大家都非常用心，是一定可以感受到的。那我们的仁哥呢？竹园哥。Hello， 大家好。那个，我觉得啦，教堂就是吼，教堂龙院就是一个足团结、足团结的一个团队。哦，把人看的感觉就是足好的。那我也用一句话推荐一下哈。下回去红山嘛，啊，下回去单纯啊，红山还是他嘛，好，啊，我来甲大家推荐一下吼，你看过一届、两届，一定爱来看第三届，好，谢谢。好，刷三刷，你这个位，我得看三届。好，多谢各位，大家来请入座。谢谢谢谢。好，小彩虹，龙友人，阿健，小齐，郑元寿跟谢庆云，来到现场。说到有浪漫，对不对？那其实你在里面有之前有看到访问当中有提到说你们自己加戏的蛮多浪漫的部分，亲嘴的部分。你为什么卡一下？不是因为我咬到了我的口罩，有一些很浪漫的部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什么 moment 让你们要加那段戏？然后导演没有喊他，那个 moment 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吗？我觉得那个就是导演跟宏哥在等待的东西。嗯，然后我觉得那一场戏，因为我们重拍了，是拍了第二天才有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完全是顺其自然，就是在当下真的有阿青小齐存在。哦，是。大家进戏院看，你会发现这两位的爱情戏真的很感动，而且呢，人说本在那边太帅了。你那个男性的那个费洛蒙，整个大爆棚，所以要问一下，还好是讲费洛蒙，不是讲荷尔蒙。费洛蒙才是好的，对。那要问一下那个戏里面的小齐，在哪一刻，或是好像你这种现心影好了，
在拍戏当中有什么 moment 真的被仁硕哥给帅到了，就爱上你了？应该是几乎每天在现场，我觉得不只是我，不只是小琪，不只是谢欣颖，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只要一到现场看到他的存在，都会觉得哦，今天够了，够了，不用领钱，只要需要一个被关怀、被关心。所以我当时要拍这部戏还蛮不专心的，因为要照顾很多人。哦，对，你要一直眼神放电。那问一下仁硕兄喽，从角头一二到外传。从前面的、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王阳明，所以我没有演。一直觉得你整个人的感觉，你的精神一直在角头里面。哦，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个是红哥给我的，红哥给我的。好，那问一下，从前面演到现在，有没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那这边演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共同努力的东西，绝对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然后这一次有这么浪漫的那个情节跟感觉，也是谢谢你带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要给大家看到更多角度的面向。是，感谢两位，也要感谢这么多的主创团队，还有我们的演员群。那现在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特别的仪式，那请两位留在台上。那现在呢，然后一起让。推荐给更多人知道我们有这么好的电影。好，那现在呢，我们请北管四组，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中宝在心先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献上祝福。好，中宝他跟大家说，大好龙牛人旗开得胜，快起来，快起来，谢谢。
再次跟大家说，我们二月五号和龙溜溜就正式的上映了。我们从角头一、角头二到现在，龙溜溜是我们角头的外传，就是角头二的前六年发生的事情。你的电脑在这哦，我等一下要打。好，那我们前面四轮可以稍微更低一点点哈。好，我们不好意思，我们人今天比较多，我们稍微整顿一下。你们今天有文字要？这是我们最甜的。都是我们问就可以了。好。贵宾太多了，我们抢一下位置，稍微靠近点哦，稍微靠中间一点。你等一下可以一起上去。可以。两只。我东西可以。好，那我们台上的演员们要小心安全了哈。好，我们等坤哥瞧好哈，他在帮我们抢位置。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先一张看正前方好吗？我们先不做姿势的，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款的，我们从基本款开始拍起来，一二三。好，这个时候我们把右手握拳头举起来，给我们脚头最大支持，右手握左手都可以，来盖头拢溜了一个吹的屁，拍两张。好，把拳头往前，盖头拢溜了跳八步。有麦要给吗？你们有麦要给吗？麦有麦要给吗？好，我们再给大家一张最凶狠的表情，卖球哎，卖球哎，耍狠耍狠，一二再耍狠。你脑子不会来看，快点打个头。没有电，我都就一时会很痛，还没拿到你的麦。啊，那下的可以，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现场的所有贵宾。待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进戏院来支持。那等一下我们要请的。然后你这次对于那个角头浪流连这次外传票房有没有信心呢？因为这次寒假档其实蛮多的。对，其实一定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本土原创的角头故事，然后不过他这一次也融合蛮多爱情，所以是蛮有信心的，就是爱情兄弟，要讲的我们都讲到了，所以我是蛮有信心的。加上这次演员真的是一时之选，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所以这次是延续《角头二》的前面的故事，那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精彩的画面，或是一些拍摄时当下很多记忆深刻的东西？记忆深刻很多啊，因为包括就是我右边这一位，对，有超成熟美少男，对，就是。尺度龙哥，是你，对，尺度很大，尺度很大，对，尺度很大，就是全裸上阵，对，哇，对，完全不输二十岁的小伙子，看不出来啊，该下垂的地方看不到就是，我都看到了，那龙哥当下心会很复杂吗？还是说就直接脱了这样？直接就脱了，我说没有第二句话。他们说要拍的，我说不要再遮了，遮着烟不好拍。我说就这样，这样我也比较自由。我要演也比较好演。没有，其实不是，其实你懒得穿了，又懒得脱了。哎，对了，其实是这样。没有，其实剧组帮他包了，就是可能有尺寸比较惊人，对，然后感觉就对，就直接来。可以播吗？这可能只有导演会知道。你说胸围啦？对，胸围。对。那这一次，硕哥是不是又再度重回就是角头？站起来啦！就是又再重复，再度重回角头系列，那是不是重回的意思是什么？是我从来没在一起，从来没有在里面。这是续集角头，也不是续集，我们是番外篇嘛。番外篇嘛，那这是新外传。对，外传，杰哥说外传，心情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把。角头这个 IP 做了更多元化一点，所以我们必须因为这次老板有加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然后有比较柔情的，然后有比较更爱情的，对，更爱情，然后更需要的东西，更人的东西在里面，不是在这么样的刀光剑影，但是就是要提供给大家就是更多的享受在这个角头系列里面。那这次过程当中跟心理这样就是谈恋爱，有没有做一些功课？就比方说一些兄弟谈恋爱。做功课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不用做功课，因为心理他很厉害。
他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谈恋爱，会谈得很甜。是人都知道。啊，对，只是对，他就是负责把我硬的部分拿掉，然后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也是人，然后他也希望很安定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是腐蚀物了嘛，其实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然后因为腐蚀物就可以让更多的观众群，对国中生都可以进来看。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角头东西其实是大家都可以吃进去的。那对于这次角头二终于比较外传，比较不是那种打打杀杀的，是不是有人觉得比较可以更平易近人一点？一定是平易近人啊，一定是平易近人啊。那就是高杰大哥也有参演，那角色可以帮我简介介绍一下。我就是北馆的扛把子。我刚才到。就是。一直本着以和为贵，就带着兄弟，就是，往自己的一个角头来扩充，来发挥。就是过程中有没有很辛苦啊？因为一点都不辛苦，因为我们站的戏份很重要，可是不多。那那个时候也那个时候也有点小忙碌了，不过很高兴，就是角头已经做成了一个 IP， 做成了一个品牌，那。一直在我们一直有继续的在做一个延伸，那很期待，就是后面还会有一些影集的一个出现。了解。对，书生哥，哎是，这一次，这一次来拍摄角头，因为从角头一二到三，我前两个我也前两个我也有看，然后。到了三，我觉得我自己加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本来拍的时候是讲角头外传，后来变成龙溜连这个，我就觉得，对啊，他事实上，尤其在这一次的电影里面，可以感觉他的亲情、友情、爱情的部分比之前的一跟二更浓厚。那因为也有除了江湖，除了男人之间的情感，他还有刚刚我们一直有提到的。一个铁汉柔情浪漫的部分，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他其实也都是在讲亲情、友情、爱情这件事。然后，但我觉得这次更聚焦，所以希望观众朋友可以进到戏院来支持，也看看角头第三。进戏院之后就可以知道怎么谈恋爱了。对，进来就知道那个不会不知道怎么谈。没错，是人都会谈恋爱，对不对？对。但我觉得这次聚焦更清楚，然后更清楚的就是。把这个戏剧或电影里面常常在讲的亲情、友情、爱情的这个感情的传达浓度更高了。那主持人哥这次算是第一次参演角头系列嘛？对，觉得很兴奋，就是毕竟过往的片情比较属于多元性，然后这次比较也少打打杀杀。对，而且我演的是警察嘛，我演的就是一个比较。我跟他们技师又是一个朋友，跟导演跟监制在开拍之前，我们也有做功课跟填调。然后那个，我们希望去营造一个，事实上人跟人相处，他都会有情感，他不见得是警察或者是做兄弟的人，他们就壁垒分明。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同在一个平行的世界，他人还是情感摆在最前面。所以我会觉得，就我演的这个安搞的角色跟。不管是石霸，然后或者是桂董，这个情感的交融是蛮朋友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戏蛮有趣的。我自己看着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对表演的演员来说是过瘾的，是有意思的。对对。最后再问一下导演，拍手，谢谢。那。导演在现场要 hold 住这么多硬底子的演员，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毕竟这一次算是系列里面演员蛮多的一次。对，压力大其实还好，因为我跟宏哥从角一跟宏哥做，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世界我已经很了解他们演的地方，所以有时候其实，在跟演员说故事的时候，演员都会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这么迷人。我觉得与其说是 hold， 还不如说是大家一起创作。就是对，有时候龙哥、杰哥现在很像年轻人，很有活力。对我反而大哥太有活力了，对，太可爱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就跟朋友一样。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创作就是享受其中，
所以这一次其实这一票演员我觉得是非常棒非常好玩的。那我们在最后一次再宣传一下这部电影就要上，就是希望各位观众从2月5号开始，我们角头外传浪流连就会在全省各大戏院都会上映。然后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很浪漫又很无奈很接近人生的爱情故事，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角头世界，因为角头其实是一个台湾特有独产的东西，并且我们常常在宣导一些就是拍了我们通天，有些东西其实警示作用都在电影里面。然后并且在我们的企业来说，角头外传这一次是个承先启后的关键，因为后面我们还会有影集，然后还有其他的电影系列，所以我觉得希望是把这个东西做起来，让世界可以看到台湾其实有一个本土文化的电影，有这么多这么棒的演员，对，有台湾的阿尔帕西诺，台湾的劳勃迪尼洛，对，他们的加持我觉得是非常有信心的，对，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导演，谢谢，谢谢，谢谢。